全國政協會以下午3時開幕，會期7日半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寄語新一屆政協委員要履職盡責。喺過去5年咧，喺香港發生好多事，我哋國家咧亦都取得相當明顯嘅發展同埋進步。喺個過程當中咧，我覺得我哋一定要有擔當。我哋喺北京開會嘅時候，經常講政協咧唔係個榮譽院，我哋咧必須履職盡責。振英又話：希望未來5年能夠同港區政協委員保持緊密聯繫，互相學習，互相促進。梁振英入選政協主席團常務主席名單，預料會連任全國政協副主席。